楼梯就上到索晒气，落楼梯就话咁易喎。不过就好似啲成绩咁啫嘛，如果你想上去，咁就真系要落翻啲苦功啦。又好似苏保罗咁啊，佢三月份就登咗连马斯榜第四名，但系佢近几次赛事咧就冇头马，结果咧成绩排名就跌翻落第五。唉，如果佢想上去，睇怕就真系要落翻啲苦功啊！嚟紧星期日，苏保罗马房嘅参战马之中，绝大部分都是上将跑入三甲、金将再跑同程的赛区。今季苏购马咁样部署，胜出率有成36%，上名率更加有60%。天少一向表现准成，在港服役跑12次全数上名。上将挪威唔顺跑第二，金将誓要收复失地啊！点解转投苏保罗马房之后持续交出好成绩？近三仗已经向田草千二米赛事取得两冠一亚，今次继续跑强项路程啊！无论本地或者海外的赛事，大家都可以亲历其境啦。嘉欣，我哋已经为大家搭通咗天地线，今次咧就搭去澳洲，系咪好爽咧？嚟紧星期六，澳洲南域马场会举行女王伊丽莎白锦标赛马日，我哋会越洋转播多种多项赛事，马迷都有得参与噶。呢个赛马日是悉尼秋季赛马嘉年华的焦点所在，而香港代表多明利更会首次争程角逐3200米一级赛悉尼杯，我哋一定要为佢打气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na。今集的区区大明利，我会同大家介绍嚟紧星期日3班2200米赛事上阵，赛约翰马房的安全。唔知佢马名有咩意思咧？不如等马主黄宗伟先生亲自话俾大家听啊！其實我初初買馬的時候咧，1984年咧，嗰兩隻馬我投得咧，都是安捷貝嘅。咁佢咧就係 Star Wood AM 嘅。咁因為改到 AM 冇得改啦，咪改 EN 啦。咁就由 EN 開始。咁啊 EN 就好多英文都是用 EN 字，咁啊一路改到而家。我喺荃灣咧都即係做咗20多年嘢啦。咁有好多荃灣朋友，咁我都希望咧，我哋呢只安全咧能夠幫荃灣嘅人咧。或者個居民啊，或者嗰度嘅社區咧，能夠帶嚟呢個救運啦。咁除咗呢個荃灣之外，仲有汪門荃澳荃喎嚇。最後提提大家，星期日有沙田日賽，大家記住留意評馬人分析賽事形勢啦。拜拜。